你是拍戏类还是做节目类？节目类啊，做节目类啊。电影一天最多两场戏，就一会儿摆机位，一会儿灯光，一会儿你可以长时间休息。你合作过的演员里，谁 NG 次数最多？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没有 NG 的，还是没有 NG 特别多的？没有 NG 特别多的，我感觉。那在不多的人里面，谁最多？这种问题你理他干啥？对啊，我想给他一个答案嘛，对吧？嗯、没有。正好你的搭档都这么好，羡慕你。你的搭档比我搭档强。我突然觉得，怎么就成我和孙院之间的战斗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人是只有一个搭档，你也不是只有一个搭档。我真正意义上搭档就是你啊！哟，因为我其他节目都是自己一个人做。哎呀，这话我怎么？唯一，我是他的唯一啊！对呀，我终于是你的唯一了。你是我躲不开的障碍。哦。因为别的节目我都一个人做很舒服，这个节目我想一个人做干吗？干，你可以不上吗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其实节目组上下还是比较认可这个方案的。你可以不上吗？我可以啊，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尝试一下，我在镜头外，哥，来咱们吃完这碗就收工了啊。好，对啊，太好了，咱聊点，他终于不在了，聊点，来聊点高兴的话题，咱俩不能播了。